是77年末开始跟随蓝先生学二胡的，一直到毕业工作了很久，经常聆听先生的教导。先生对阿炳的作品理解呢，他认为他虽然经历坎坷，但是他的音乐里头是体现了一种这个倔强的精神，有时甚至是昂扬的。我呢，下面为大家来演奏二泉映月。